通常对轮胎也蛮有兴趣的哈。他非常有兴趣，我好喜欢哦。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对我来讲是一个就地重游，但是这个就地哦，现在变成又一个更大而且更蓬勃发展的一个台湾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公司，我真的很高兴。我刚才进来特别有注意到有一款的轮胎，就是不用充气的轮胎，这个是真的开了眼界，那对我们国防工业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疫情期间呢，全球产业都面临供应链不稳，那么成本跟运费高涨的一个挑战，我们见到轮胎不仅能够稳定经营，更逆势成长，展现了台湾企业坚强的韧性。那么现在为了协助我们产业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挑战，行政院的团队及公布产业及中小企业升级转型的计划，那内容包括转型升级的具体的策略，我们用直接补贴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企业的转型升级，让台湾的中小企业都能够一起越建越大。谢谢。